双条嘛？对。你没有叫吗？我没有叫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会很。有空赚我们这笔钱呢、啊，应该这样讲。他想多转一个弯就多10块，那就给他赚了。给他赚了，反正小 case。我们今天又去吃回那家素食店，就是那个澳洲的人开的店，一个外国老板开的，再去二刷了。那你刚刚说下车的英文怎么讲？下车吗？嗯。Pu mi dang。Pu mi dang。没有，我只是随便讲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嘿嘿笑死！你很糟糕，跟我一样烂。管他，我这种就好了。厉害，跟我一样烂的，不过他都能沟通，我也觉得蛮惊讶的。啊，我是一直拿手机翻译出来给对方看，一个那种极尽的过程中，然后就完成了所有事情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雾蒙寺，雾蒙寺，对，然后就是一过来不是庙掉庙的地方，还是要走的。哦，它有点像，哎，它有小地图了。对，然后前面就是就有很多指示牌，然后我们就对全部看不懂。来看这个地图了。然后就是往这个热带雨林走进去，然后旁边这里有一个小地图，看看。哦，现在这里，哎，好像很大哎，你看。对。把握在这里哦，嗯，那等一下哦，走过来这个雾蒙寺，嗯，雾蒙寺，然后还有这些小园区、嗯，好像还有后面呢，好大哦，哇，这样，哇，要去了要去了，那我觉得要逛很久了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在这里慢慢散步咯。其实这几天我们都是吃吃喝喝，都要多走走嘛，对不对？嗯、而且这里没有太晒太阳哎，哎，它这个做得非常好。我刚刚还想说他一直被晒了，结果、哦、没事，很好哦。嗯、那我们先走走看哦。好。啊，前后都有脸，很好看呢。其实这样过生活就好了。就好了，对啊。然后再装个冷气、冰箱、洗衣机，嗯、你的人生就很快乐。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真的。嗯、如果能够住这样的话，嗯、而且泰国也没有地震。多好！你现在在这里，你看过的是这个庙，嗯，所以只要往这个庙后面就到了。用的比较好看的。来来来，我又是这个脸。不会那么搞笑哎。哦，他的又是这个脸，他们的眼皮都是掉一半的。就是要很高的看着你的那种脸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好。这个好可爱的。啊，这个庙没有办法打开耶。那我们就从旁边走过去吧。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看的，他好像很不开心哦，而且他脸是歪的，你看他眼睛，我看到他不开心，那眼睛歪一边，你不要不开心啊，他脸是一个白一个淡色，可以弄好一点吗？我来看他会不会跑掉，跑掉，他不用一直看着你，他背对着你，他看到你，这很像公鸡耶。对啊，我就说很像蓝富贤啊。蓝富贤好看这个。这是双蜥蜴。蜥蜴啊。双蜥蜴。我们去过山龙志，然后这个是山蜥蜴志。哦，这好几头蜥蜴哦。好厉害哦。嗯。
哇，那里面能进去吗？请脱鞋，要走进去要脱鞋。那走啊。我觉得半程蛮不错，也可以再帮我拍一张半程吗？20块才可以进去哦，主城下面的一个小屋隧道。今天穿这样不会被刁难，非常好。他这有写泰文啊，其实做的还蛮可爱的。哦，这里有很多遗址哎，这很像那个台湾的防空洞哎。这个如果你在台湾看到的话，就是防空炮塔。好赞哦！这个在台南很多这种地方，我跟你讲。台南超多这种防空洞，完全是为了战争用的。不过我觉得这里不是。这里应该是为了修行用的。耶，我们来进入这个古堡了。防空洞吗？防空洞。超像。大家好像都很熟悉。在地人呢？对，感觉这里在地人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是在地人会玩的东西。对对对对。这样，好了，那之前不是有那个脸这样动的吗？这样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，走，进去。这里还比外面凉爽哎。啊，对，地下室的概念呢。原来上面是有漏洞的。里面居然可以做到这样，这外国人会撞到什么？嗯，你不会撞到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外面那，哎，对，那个头嘛，嗯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神像，它都每年都会多了一些黄金上去。可能它原本是金身，然后剥落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好走。真的很像防空洞。真的。可以带前面的话，好，然后走这边，对，这里就是最热闹的点。哎，一进来就看到。这样看到。原来古代人他们是不怕热的，因为这里真的大概27度左右。嗯。所以你只要能够弄成这样，然后搭配一些树荫，嗯，其实泰国没有那么恐怖，所以他们宗教很着重在这部分，对，太着重了，嗯，也是一个文化，特色文化，不然会冒昧而来。好好，那就走出来，像这样，嗯，好棒的城堡，对啊对啊，不是城堡，应该说一个隧道。哦银庙跟这个比不能比啊，还没穿好。一个是现代的小小景点啊，一个是古迹景点哎、欸，不一样、欸。所以你以前来清迈没有来这个地方啊？我不来，吓死！真的是很有偏见的一个人。我觉得很纳闷的是，为什么那个塔那么大坨在那里，但却没办法进去？嗯，到底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？哦、到时候回去查资料看看好了。嗯，但是我觉得这里很复古哦，很搭我今天整身的衣服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带你，我会挑这些点，是因为它不是那种新盖的庙。嗯，因为我觉得新盖的庙就是到哪都一样。嗯，但是这种
整个是废墟等级的，嗯，就是它可能有百年以上，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水准，真的，对 对，所以我会比较想要来这种地方看，就像曼谷大城的概念是一样，嗯，以后有机会再去看。好，我们往下一个点来看咯。 OK， 没问题，走。1297年，兰纳王朝的国王芒莱建造了这座寺庙。Walter Mang占的15英亩，包括一个大池塘供人喂鱼、乌龟和鸭子。寺庙内有一棵会说话的树，古老的隧道和巨大的佛塔闻名。佛塔下有隧道供奉佛像，用于囚禁一位著名但精神错乱的僧侣。寺庙周边还有其他，包括破碎雕塑的佛玉、斋戒菩萨、印度古代佛教雕塑的复制品和图书馆、博物馆，以及各种历史物品和佛教艺术。兰纳王国也被称为兰纳泰，是13至18世纪以当今泰国北部为中心的印度化国家。在 Tilakrit 1441到1487年，兰纳王国最为强大，建造和修复了许多著名的寺庙，